陛下，郭贵嫔她怎么了？听说是腹内疾痛，已经传太医了。陛下，快去看看吧。啊！求求你们，一定要保住我的。 阿昭，你没有做错。陛下，贵嫔只是身体虚弱，现在需要静养。不行，陛下，陛下，阿昭，你好好休息。不行，陛下，陛下，陛下。 陛下，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别吞吞吐吐的。陛下，郭贵嫔已非青春年少，此番身体大损，以后只怕无法再有妊娠了。陛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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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，陛下，吐血了，快传太医，快传，快！ 告诉我，他为何小产？为何小产？出血如此凶急，更像是食用了忌讳之物。他吃什么了？他吃什么了？我不知道。他吃什么了？不知道，陛下。子丹，你把这些人全都抓起来，每一个严加审讯。告诉朕，到底为什么？查出来。查查，陛下，别着急，别着急。